到这里。有吧？今天的五分钟就是想要走一个逼死自己的一个，真的耶！好想摸鸡蛋一颗。刚刚要出发的时候又再补了一颗，然后还有吃双鸡，又吃什么？介绍一下，因为他很关心我们吃。对，我们饮食。早上吃了吃了一个全谷蛋，一个蛋饼。哇！然后刚刚化妆说吃了一小小片巧克力。我想说有一点热量，然后又不会让肚子很胀，很可怜，因为我们衣服都很紧的。我刚刚化妆的时候，我就是一度还蛮放松的。我想说，反正就是大事已定嘛，只是还没有揭晓。然后好像进来就有一点点开始。你要不要用法文帮自己打气一下？我说，我想想，好像还早。我这样讲好了，祝大家今天晚上梦想成真。哇！所以会讲说，这是 Just Wake。是黑暗的意思，是吧？哇！